蔡政府灭香又封炉，惹得全台近百间公庙上凯道绕境表达保香诉求。外界质疑推动减香跟蔡政府近来推动去中国化有关系，但旺旺中实民调显示，七成民众有在拜妈祖关公。妈祖，我每年年初家里都会去拜，庙里面都算吧，观音、关公都有啊。会去三太子庙拜拜。土地公庙更有79.1%民众认同唐山渡海而来的妈祖关公是本国神明，借此去中化似乎没道理。民党政府是想利用减香灭香的方式去去中国化，或者是民间由来已久的相关信仰。这非常的不恰当，也不应该有这样的策略性的想法。在跟文化部推动国家语言立法变更官方语言，学者担忧徒增两岸对立。民调也显示，大部分民众都倾向先学好国语。全世界1/5人口都说普通话，台湾本身既有的优势怎能放弃？若拿地方方言当官方语言，恐怕才是真的自我窄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